7:17，天还是没有亮啊。这就是英国典型的天气。我买了一个这个牛肉的包吃，挺好吃的。妹妹，今天她有点不舒服。加油！他妈妈在里面买东西。嘟嘟，今天他不是很舒服，但是都很听话，挺勇敢的。嘿嘿。在英国坐火车是非常方便、非常容易一件事情。如果你说在英国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呢，我觉得就是火车了，因为火车可以到达英国任何一个城市，甚至乡村都可以达到。但是火车的往往的价钱呢，会比飞机票还要贵，就是英国国内飞机票还要贵。所以说火车有好处也有坏处，但是肯定有留学生的时候呢，肯定有优惠的嘛。好像我们两个人出行的话，就会很便宜，因为有一张卡。以后他们四个人一个家庭就有个 family 卡。一个家庭的话会更便宜，所以英国很多说生小孩要生两个，会更省。座位了，几斤星啊，妹妹，对不对？哇，爸爸，我们面前是还有其他人的，所以我们不能那么大声的。回老也有好的，回老也有差的。刚刚呢，就是有一个非常差的回老呢，就是怎么讲，不肯让座。有一般的英国人呢，都有点尝试，都会让座。你看看后面那一个，多么的恶心！我们带着两个小孩都不愿意让座。所以说，哪里都有好人，哪里都有坏人。哎，这个看自己怎么想吧。好了，我们到了。Hello。方向给我们走。大海啊！我们在这边走。这个是一个进去 shopping center， 这是购物的地方。这个车站其实挺方便的，一下来我就可以到那个市中心可以购物，这里有很多东西买，就全部打折的东西。它是两件的，它任何三件还打多25% off。本来已经是在打了，贵粉买一个，帮自己买一个，还有帮妹妹买一个。我老婆不喜欢我这个体育品。妹妹的话，14磅95元就23磅，她还会打多25%。好了，这购物商场一出去就是大海，真的是漂亮，就是比我们的城市要干净啊，还有。
很少，周六都不是很多人，这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这个海港。现在天气还不错，一直去就是购物商场，购物商场呢里面呢全部都是打折的。这里如果有人喜欢来普治茅斯旅游的话，一定要来这里，非常棒。这个海港比我那里漂亮太多了吧。听说这里的是一个军事的那个基地，等一下我们可能去一下那个军事的基地看一下。看亮这里，这小家伙又精神了。哎，小孩子就是这样，生病突然间又好，因为有的玩嘛。这里的海港真的非常漂亮。芬芬，我们上去那个塔一下子吧，好吗？我们这边走吧 ，Come on。我们来到了这个塔，要去买票，不知道多少钱呢？贵粉现在一直在耍赖，要他骂，耍到不要脸。他没有见过圣诞老人，可能很害怕。哇！很害怕哇！刚才连圣诞老人都怕，你这个小子真的没用了。哇！哇，这里有圣诞老人送礼物哎。这是什么？哇 ！Thank you。这view不错。这个 view 他 likes it。 你觉得怎么样？好漂亮啊，这里。哇，这个 view。 Oh my god，哦呦，我真的有点不敢哎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是不是很敢。啊，你看这个小孩子，哇！哇！你们来看一下，我放了个手在这里，我都很害怕。我还是不尝试了，我的脚都软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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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里的房子都挺漂亮的。就是不像英国，
这个城市，有点像那个亚洲的城市，非常有活力。嗯，怎么讲呢？对于 Bristol 来讲的话 ，Bristol 比较大，这里会比较小一点，感觉。美国餐厅，哎呀 ，American restaurant。OK 了，我们来了一个美国餐厅，刚坐下来了。这里的服务员还非常好，他帮我们安排了一个 baby chair， 还有很合理的让妹妹可以睡觉。对，我们先等于说先点完菜，我们再到海边那里走一下，看一下。说实话，这边的房子真的挺漂亮的，就是怎么讲，这里在这里住非常悠闲，你看，但是不知道刮风的时候会怎么样，肯定很冷了，你看，哇，至于今天呢，就是这个 center。还有去那个海滩，我们可能就回去了，不在这里过夜了，因为在这里过夜酒店实在太贵了，我们还是选择回家。哇，今天是不是不舒服不爽？哇，这里是1924年的场景，这个也是1923年，哇塞，就在这里啦。这个是石料，这个是什么吗？哦，叫石滩，对啊，对面就是法国了，英国石滩居多，你知道吗？就这种石头，不能扔人哦。哇，你看这个船。这个船就直接掉上岸了，不会吧？哇，真的是，真的是直接上岸了，好湿啊！Thank you.